甩。甩啊！为什么不行甩？有一个老家伙跑去换钱，跑去冷气前面干嘛？被好奇的东西吸。屁嘞！你根本就是想吹冷气。这个看起来是个保温袋。原地。天天菜的喇叭就跟喇比赛一样强。好，要不要拿出来看看一下是什么东东？是保温袋吗？甜甜菜很厉害，反正打不出来叫甜甜菜打就对了。又一个保温袋，好，太好了。哪一个？鱼啊。鱼在哪里？哦，这个要打玩具。我们最近好像只会打一些玩具给小朋友玩而已。哦，有可能哦，甜甜菜又要拉了，绕过去，然后拉让他打。很故意让它倒满的，哎，要出了，带一枚啊，这么大盒，啊，刚好出货，我还以为你没有抓到嘞，哎，这还怎么甜甜的啊？耶，玩具，你戳那个黄色那一盒看看，我们讨论好策略，对，不知道能不能出。我觉得有难耶，它爪子会转到里面去。对，你就要看运气。难，就是直上直下，它有那个位置的问题。啊，那不然那你戳蓝色那一盒，看蓝色那一盒。宝宝要出货啦！真的假的？宝宝要出货了，是真的。推，不行。那没关系，你用，它只有八秒哦。还是有机会啊，对，它只有八秒，你前面一点点就带出来了。我打不出来，那我反正打不出来叫甜菜就对了。7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4, 35, 36, 37, 38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67, 68, 69, 80, 81, 82, 83, 74, 75, 7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67, 68, 69, 80, 81, 82, 83, 74, 75, 7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67, 68, 69, 80, 81, 82, 83, 74, 75, 76, 67
这间店是刚摆好吗？看起来像，好像刚摆好的。这不知道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那边好像还有一个键。可是现在有点卡住了。哦，正拍耶！哦，没有哎，太厚了。哎，还有一把剑，可能是假东西的吧。好好笑哈、哦，还有一个剑。我老婆最喜欢剑。的死贱货，快出来吧！好好笑哦。你就甩着就好了，没车啦，推的也可以啊。哎，好像有点卡线。哎，真的耶！出货啦！哈哈，时间到，浪费砸扣啊！甩过去啊，甩过去，甩！啊，不行！开位本来就……开位是什么？就是转位本来就不对啊。不能甩过去，我觉得我们放弃了。如果你甩不过去的话，本来就不可能甩啊！你怎么会觉得？可以啊。不行。哦，你意思说下面被挡住了是不是？对啊。
不然你搭枕头好了啦。哎、欸，要出了，终于出货了。好啦，要出了，要出了。哎、欸，这这样这台之后会不会调难？记录它只有八秒。夹太薄，要深一点。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你的夹。对，我觉得我好像比较会夹这个。不要放置放弃啊，老公，这是哇，你好棒哦，就夹成直的，死胖，你哥们这个多好，直的才来找我，你休想。好了，这也可以啊，你就甩过去啊，让他出货。甩？为什么甩？甩哦，为什么不行甩？哎、欸，这我女儿要玩的，最近她说她要玩的。我没有办法，我直接放弃，反正打不出来的都叫甜菜就对了。Hello， 哎、欸，你怎么会在这边？你要杀了吗？不可能、啊！你要出场要这样。你觉得这场好玩吗？还好。那他只是刚好这一台调简单的玩。这好久没打了，知道吗？那我刚打这些。因为都玩具啊。外面。这都是这场打的。所以这场其实蛮不好打。然后进来调简单的。欸、有可能你可以卡爪让他出货。有人要出货了。对，然后就胜利的欢呼声。胜利欢呼声吗？哎、欸，终于出货哎！再捏再捏，一块块捏掉。直接出货。玉树则不打，不要急了，太急了，太急了。哇！等你换护身吗？哇！出货出货，拍手一下！哎，转过来，你没有展示给人家看。那你在那边，然后跟他玩接球。有看到吗？有有有有。OK。猪吧，看起来里面是一堆猪啊，点在头上可以吗？谢谢你，你可以举个这个栏杆给我。你不对啊，你少东西啊。你们不要再暴力啊！那另外一个这个嘞？我不知道。他们刚才，他们刚才拿起来啪就乱死啊！你们看爸爸在发抖吗？对，包括像就不是我想象，两张脸都是你阿公来做的，然后现在报应在你身上。打电话叫阿公来听。哎、欸，这样子很漂亮啊，粘上去也很有情境。所以他不是能放水啊，我以为他能放水。你想太多了。有啊，你看。他只是贴贴纸而已啦。哇，动了动了。动了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啊，你那个头不见了。来 ，baby， 来，你把它吊起来看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好可爱哦。这旁边紫色是要干嘛？就是把鱼吊上去。对啊，放到这里这样子。不知道哎，它怎么掉？不是吸上来吗？我觉得这好像有中间应该有东西耶。糟了，我们好像其实它后面有磁铁。不是，它的磁铁好像被他们弄不见了。磁铁？这你看，这好像可以装个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对。在哪里？啊，另外一个呢？这边用拿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。不是啊，应该是这样子啊，你看哦。怎样子？哎、欸，是这样子，怎么用的？就是它一开始是装对的，然后勾它的嘴巴，勾它的嘴巴，就跟一般钓鱼是一样的。钓到的鱼是放在里面。哎、欸，姐姐钓好多只哎，你抓到技巧了。阿妹，阿妹刚才用手拿，然后作弊。阿妹还没找到技巧，慢慢找，找技巧。它是这样，然后鱼好像是啊，鱼没有黏住吗？是黏住的。开箱完毕，这还蛮好玩的吧？还可以吧？那我就干脆直上直下就好了，还不爱转。
还有就是看你这个。